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四大美人和四大才子，你最喜欢谁呢？民国四大美女，林徽因。林徽因是典型的名门闺秀，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，胡适誉其为一代才女，冰心赞美她很美丽，很有才气。林徽因的情感生活也富有传奇色彩，徐志摩甘愿为家人抛弃妻子，金岳霖甘愿为家人终生畏惧，最终他选择了梁思成，让他闯了一生。民国四大美女，陆小曼。陆小曼是京城著名的交际花，自幼受到家族的熏陶，精通英法两语，书画一流，还是外交翻译官。她的才华并不输于林徽因。胡适说，陆小曼是北平不可不看的一道风景。张幼仪赞她媚眼诱人，秀发缠绕。徐志摩则说道，她一双眼睛也在说话，金光里荡起。侵权的秘密，民国四大美女，阮玲玉。民国影后阮玲玉是中国默片时代著名女演员之一，影坛地位仅次于影后蝴蝶。阮玲玉成名后，沦陷于张达民与唐季山的名誉诬陷，秋分外不堪流言的影后于1935年3月8日凌晨吞下三瓶安眠药，结束自己25岁的生命，令人惋惜不已。民国四大美女，周璇。金嗓子周璇是中国最早的两栖明星歌唱家，她以如今笛鸣沁入人心的歌声，借助于话筒开创出一种独特的演唱风格。周璇有着无邪而甜美的面孔和一双心，加上坎坷的身世，更得大众的青睐和关心。然而她的爱情却没有如事业一般顺利，她一生都在期待着爱情。民国四大才子，徐志摩。徐志摩是典型的风流才子，相貌俊美，才情横溢，一表人才，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浪漫诗篇。徐志摩和张幼仪、林徽因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纠葛，点缀着徐志摩的生命。民国四大才子，郁达夫。郁达夫是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，他同时也是现代文人中颇有艳福之人，一生经历多次恋情，三次婚姻，其中他与有着杭州第一美人师承王映霞的邂逅，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。民国四大才子，邵洵美。邵洵美出身官宦世家，新月派诗人、散文家、出版家、翻译家，他的颜值真的很高，在文坛上美有孟尝君之美誉。当时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出落得亭亭玉立，身为表弟的邵洵美对家人一见倾心。1927年12月，盛佩玉和邵洵美在上海大光明舞厅举行了体面的婚礼，婚后生有一男四女。民国四大才子，戴望舒。中国近代浪漫主义现代派诗人，除了徐志摩以外，还有一位是戴望舒。然而戴望舒生性敏感多愁，为人坦率天真，脾气有些暴躁，又易于冲动，极具典型的忧郁加浪漫的诗人气质。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，却都是以分手收场。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